哎，大家好，你好，这个我们聊聊泰国这个房地产坑的这个所谓的地段说哈。地段说，有的房地产给你展示一个地图，看这曼谷地图啊，你看你这房地产，你看这城市这么大，你这个在中心了。我告诉大家，这是这个地段坑啊，学问可大了。其中有一点你要知道，就在不论是豪华地段还是偏远地段还是中心地段，光这个怎么说呢，单单这个地势一段你就搞不清楚啊。你比如说泰国最热的地方叫辉煌，中文啊，那地方很多的地方，就是说这一年得有半年的时间都泡在水里的，稍微下点雨啊，那个车都有熄火的危险。那个水位，那他也说你这个是最中心了，是不是？哎呀，所以说呢，有很多那个地方啊，都是那个非常的那个地势非常的低，同时呢还有交通也是个大问题。好多说你不是你住在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呢不离着城里中心的不远不近，呵呵，这个地方不会堵车啊，哪知道那个地方呢，到你家门口前面100米也得堵2个钟头。哎，这些个坑啊，希望大家要慎重了解这个所谓的地段。也就是说不能用地段离着市中心多远来评价你那个地段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个是泰国房地产的重要坑之一啊。另外泰国这个交通因素也是很麻烦，现在我就在这儿开着车这个录视频，为什么呢？然后似走非走，呵呵，走走停停。然后呢，我的目的地今天目的地20公里，是一个还在中心地段，并且那边别墅非常多。那边的这个房子呢，炒作的是非常，都是大马路，呵呵，都在主干道上，但是呢还是照样的拥堵啊。当然了，就是说一些个大楼可能不考虑到地势，那么一些个小的别墅区啊，小的这个排屋组屋啊，这个东西你要注意这个地势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只是给大家抛砖引玉举一个例子，而不是说通过这么几句话就能够说明泰国的房地产，对吧？我说的是今天这个总结这个小段的话题，就是这个地势地段坑，你要注意，不要凭地图来看一下，哈哈，你这什么人？好嘞，咱们这个接着聊啊，关注关注啊。